们从在地出发。强调要从在地出发。台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参选人严宽恒曾说自己住在沙鹿区，会站在第一线为民发声，但现在却被爆料全家都住在台中地堡。媒体人周玉蔻脸书上指控严宽恒口口声声说自己住沙鹿是海线的主人，结果根本住在台中西屯区的七期豪宅，大孙不要再把台中人当傻瓜。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去自己去带出所谓在地这个词，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成他们自己要去跟民众解释这件事。我的小朋友国高中的时候住在七期，毕业之后就搬回沙鹿。宽恒从小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到现在都住在沙鹿，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沙鹿人。反呛周玉蔻爆料要先做好功课。随着补选日倒数，话题持续延烧。看看网络数据，一看比较蓝绿对手林静怡和严宽恒宣布参选当天的网络声量，严宽恒看似多出将近14000则文章，但好感度却只有林静怡的1/3。再加上林静怡擅长打空战，今年1到10月底脸书发文篇数足足高出4.2倍，将严宽恒打趴在地。林静怡凭空战外，也深入地方积极扫街。副总统赖清德还特地南下助阵，不止替公投宣传，也替林静怡拉抬声势。随着补选投票日接近，双方阵营动作频频，力拼抢下最后席次。环宇新闻洪世成、白云飞台中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